我们邓明的治疗就是在18年前啊，其实我就是愿意接下骨节治疗的啊，当时是要让这个 TCL 跟这个 Engraft 啊，它两个就是要 Torus， 那现在要把肿瘤就是要把它缩了，要把它变成这个你这边的骨节，一定要把它破坏掉，好用 more program antibody 让它会持续的攻击这个 Engraft 啊。好，那现在用有物种的immune checkpoint inhibitor 都用在 UC， 所以我们 UC 是所有的 immune checkpoint inhibitor 包括是最集中的。好，因为有些他拿到的 FDA approval 就是集中药，但是所有的 ICI 全部是用在 UC 都是可以，表示 UC 是一个非常丰富的一个治疗。好，所以在这个 Arcado 还有这个Temporal 啊，第一线、第二线这个都已经有拿到许可了。好，那今天时间的关系，所以我 focus 会放在下面。那跟前几场不一样，今天会用 ASCO 的 data 来讲这个 new age， 然后讲 sequence， 然后会讲我的经验。好，那前两个我时间的关系，我比较快一点。一个是 KEYNOTE-04 啊，这个是建立了 IO 在 secondary line， 就是说 KEYNOTE 设定飞离之后它的一个地位啊，是一个非常好位在啊六百万的 evidence， 但也发表了 NEA。那大家在看这种 paper 的时候，有时候大家要注意啊，那 patient 的 group 啊，你是不是选的 immunomet 是太多啊？就刚刚讲的啊 ，immunomet 那似乎比较好。所以你 include 太多的你那么干，你的背景就不漂亮、哦、所以大家都陷入一个迷思，说啊这个免疫就大概两三成有效，其实你做好选择病人、哦、像刚刚我看他这种最后一张是100%啊，几个病人完全都不是啊，他是能在西洋啊，所以要看你的配置路上路是怎样的啊。那这个大概有时间再去看，那这重点就是说我们会看到chemo 啊，大概到最后全部大概死亡了啊。那 IO 包括死亡还是会维持30%多啊，但现在是比较长啊。所以这个就是要看它的 subgroup 啊来看啊。另外你看，当然效果就比较差，因为 only 就比较好啊。好，那这里也是说 chemo 设备不会用于什么，你到一两年大概存不久了啊。那这个也是啊，OR 在 IO 会比较好，所以这回头串你看，在 chemo 追逐有效的都继续在红波位 ，chemo 这组全部停掉了啊，因为都不会选。赛队也是 IO 显然比较少，而且比较严重赛队都出现在这 chemo 追逐，啊，所以结论当然是可以用在 chemo 飞流啊二线啊建立的 IO 的地位。好，那这个也是我们台湾的一些控制律师啊。好，那这个是在 Systemic Eligible 一线啊，一线这个是发表 Evidence 的啊，这个是不适合啊 CCI 比较低的或者 Hearing Loss Neuropathy 这些病人不适合的，他把它 include 进来。那这是他的 Patient Characteristics 啊，那 Upper 这个不多，才19%。也是一样，要看看啊，它这个 visceral organ 占了相当大的比例，那 only immune only 是40%，所以当然这个对它看起来就是预料中啊，29%，啊，但是你如果再注意看这个 immune only， 你要一枝独秀啊，就比较好。所以你如果引入太多 immune only， 那当然你的比较就比较会差一点，啊。好，那整体来讲，就可以看到将近60%的病人，这个是低菌赛会啊，减少赛的。所以你不看，如果有人放射的话，病人都是红波，可以继续这个 durable response， 这个是 IO 的特色。好，那如果在以combined positive score 来看，8.10的话，这个 response 会更高。好，那这怎么算？刚刚有讲，这是淋巴塞、macrophage、tumor 的 PD-1 表示，这 PD-1 表示不只在 tumor 啊，淋巴塞、immune cell 也是算啊。好，那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如果淋巴塞，你看可以到47%的将近一半的一个 OR 啊，这个效
快速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式。那在 Arduino 也同样有一样的方法啊。那当然要看啊，他们找的怎样 Aperture 看起来是不是比 Redhuman 来的好一些啊。在 Interlock 里面也是一样，会比较漂亮啊，会比 Additional Open 转的比较好，30%-40%。那 Timber Mintageable 的 Meta 会在西亚可非常多发酵的比例都比较大。好，那今天的 focus 在这个 New Management 这个是 ASCO 的啊，它就是说study design 一个病人啊，他可能就是先打 Pembro 200打3次啊，然后开刀啊，做这个 Radical System 啊，那这整个 baseline看起来啊，就是这个门票的话，那我们直接看方法啊，将近39.5%可平方式啊，你说这个病理拿出来看不到现实啊，这个在以前会被病理告诉哇，没有癌症你给我拿掉啊，癌症就是可平方算40%拿起来是没有听闻的啊。那如果在看 CPS 20%的话是90%，所以 CPS 90%，就是说，这种大于等于十的话，大于等于20，就是90%拿起来会没有偏差，好，所以它的结论就是，跟做 neoadjuvant 那大概会有40%会特别保守，大概50%会当 stage，就是说你的 D3 跟 D2、D5 跟 D1 这样。所以或许在看这个是combine 或是 disco 也可以当一个参考。那当然不止这个Pembro 啊 ，Arduino 也不读书啊 ，Arduino 也一个报告，但是会是不的，所以它的里面又跟它是打蓝色啊，所以呢，突然发现年龄很贵很贵，那打蓝色我跟你讲，每个病人都打蓝色，你有40%开发费没有拿掉哦，100%都没有。啊，我的经验是这样，所以我现在每个礼拜都会有电视，跟大家报告一分的啊，因为太多人愿意这样做。好，那他也是一样，生病拿掉啊，好，一样，你看他也是啊 ，PD-L1 都是的话，他也是可以到40%的，就是可平方式啊，所以也是相当不错的啊。那这个他还有做一个study，就是说我们。之前的麻醉和之后拿起来的这 PDL 是会变的啊，所以 PDL 的 expression 是会接受去我们而造成一个百年的缺口，而不是说固定不变的，所以这比方说我们术前的 PDL 的检查或许没办法当一个结果，因为它是会变的，没有然后跑出来啊，像我们跟他挂 ECG 挂的他跑出来，我们连 chemo 设备它的 PDL 没有表现出来啊，所以是百年的变化啊，所以不止 CD8 也是会变化啊，所以这个结论也是一样啊，就是说，可以先说 IO， 然后 image， 然后这个听闻会缩小或甚至不见啊，然后 PD1 或 CD8 会产生一个百分比的 change 啊，经过治疗后，而且只有两次的治疗就会不一样。好，那还有 sequence 啊，这是。耶今年的发表啊，他这个是把病人分成从以前规划出来的data拉出来啊，就是有没有失败之后再做 chemo， 或 chemo 失败之后再做 immune 啊，不能拖完拖后，那发现immune失败之后再做 chemo， 这里是response rate 16%，相对的先做化疗再做immune，这里是response rate 就比较差一点，所以这个sequence还是要考虑。好，那我们今天啊，其实我们今天都是这个，因为为什么没更新啊？应该是一直在上升啊。那搞完现在没有做，明年搞完还没去新啊，所以不要做了。好，那我先把过去的20有中国 IO 有秘密技能啊，最终的跟大家分享啊。那一共我们会有4种偏差转化，这病人会问的是。第一个就是说，他以前做过化疗，然后化疗啊，像这个
有 Patrick Ross， 那这种有 Carlos， 那这种病人，因为要开 Radical System， 当你有 Primary 病人，所以就被他改做 IO， 那 IO 跟他打了之后，打四次之后 CD 啊，就看不到听了啊，那后来最终也一直看不到，所以这个病人你要给他拿麻黄，他当然是拒绝啊。啊，那这个病人是先打 chemo， 啊，他是 spinal tap 被攻到 postpartum ligature， 啊，第二遍打这都是顺便打，那还好 spinal tap 去年结束了，啊，所以他又被这个攻到 IO， 啊，在 IO 打下去都是什么，打一次就少了两次包括了，啊，再做 CT 已经看不到，在这里啊，看不到。那地方呢也消了啊，后在这个 reset 的地方也不见啊， brain 当然这是开发了，但 brain 没开发，我说开发了，这是 IO， 但是也已经没有继续去看的事。还有这边有个图啊，就是说他一开始就不适合做 screening 啊，这个 ESRD 的病人，这个我昨天有播在群组上啊，这个病人就是说又有人在 arthritis， 但是他打三次 CD 做，这个听不懂不见啊，为什么三次这个 CD 就排卵就没办法？我觉得如果因为他也是都就是那打一次就不见了，所以 CD 都排一点我肯定也是看不到啊，但是 CD 就是排卵就没办法啊。那他到去年啊一月就停了，这是我昨天挂的群，那因为他昨天会弄的七月六号啊，昨天的能打维持26个月 complete loss， 而且停药已经停了10几个月，都没有用药啊。他是9天血乳的，20个单滴的啊，10天这五十，所以说搞不好这个就是9天的单糖化，而不是药物的作用。那把这边改啊，已经准备了10个，步入第3年的话。好，另外一种这是我们最近发展啊，就说这是一个运动 pace tumor， 然后里面的 tumor 很大啊，大概看起来很大一个，然后打一火花烧就打2次喷火，大家可以看到整个 renal pace 啊 tumor 就减少，然后非常开刀是这次利用这种 tumor 啊，然后里面的看起来是 G3 跟 G2 啊，所以renal pace 并不见得里面的 tumor 是属于啊，这也是最近的病人啊 ，T3， 然后一个 progress OK， 我一看到这是第二病，一定是不可能的啊，一定是麻烦麻烦啊，他是59岁的，跟他刮好当然是 muscle invasion 啊，那 pembro 跟他打3个 cycle， 然后再看旁边最近看到一个 aspiration 啊，那一天本来是打算要用 robotic 的啊 ，running system 加 EDM 的回诊。那后来把他们打开那个透透疫苗啊，发现啊，这是 interferes 啊，发现就是这边就一个 aspiration 而已，然后我们就整个把它切掉送活人送病人，这种把它就换掉了，有一个重接啊，本来要开到这是中午才接到的，想说晚餐会不餐，结果就晚餐就提早被吃了啊，病人已经出院了，非常开心啊，另外拿出来啊，你啊 ，margin clear， 但是是有看到 microscopic 的 tumor， growth 没看到，啊，不要说有虚啊，当然到后续啊，最终我也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就 OK 了哈。好，现在问我就是说，我们临床上会看到一些 IO 打下去越打越脏嘛，好，那麻烦 chemo 就 OK 了，好，这个当然转移啊。这个 network 的那种 renal pace tumor 大转移，然后 IO 大下去，我越越打越大，就马上把它换成 chemo 就好了，啊，一样啊，换成 chemo 就好了，啊，一样啊，这个大转移一颗而已，来挨照啊，哦，那打下去就可以打变成马蹄子，啊，然后再换 chemo 效果也。好，所以这个就是说我们的 first line 如果有 pembro 但是失败再加一些
能把肺炎这个病毒留下，整体来讲 ，overall 是78%，会到达这个 OR 哦，85%。若一开始是轻症哦，然后再做 IO 就稍微差，但是也没有国外那么差哦。若两个都在一起，我们经验比较少，因为我的第一个经验赛会比较大，所以还没办法给大家结论。所以整体来讲，我们大概将近都是个 OR 啊、哦。那你可以看到我们的病人啊、哦，比较没有钱啊、哦，都是没有打我们不打，但是还是有一些病人还是继续都是没有回去啊、哦。那这是一个国家的 insurance 的啊，这个病人大家可以看到啊，这个在别人用帕斯斯的那个加量很高，这个 insurance， 然后打完就会报销说的买新的轮子啊，很罕见的 complication 啊，所以大家就因为他们开始是30%-40%啊，要很小心啊。好，那整体来讲，我们的 complication 啊，要注意就是 hypothyroid， 那应该买新的轮子，其他都是小事情啊，所以没有像我们的 MR 来演讲。拿那种很恐怖的 case 来吓大家，吓得大家都不敢做 IO。啊，我的经验，不要担心，因为我 IO 做3年的，我 IO 做得很好。啊，好，你是看我们的公司的一个事实提出来啊，那病人的表现似乎没办法当成一个高水平的好，阿波的表现确实太少。啊，那我们还是认为，如果先做 IO 失败再做化疗。啊，这个针数会比较，先做 IO 的针数的报酬会比较好，会比先做化疗比较好。好，那现在要注意的就是说，有一个叫做immediate progression 啊，也就是 hyper progression。那这个是在日本他们 RCC 发现的啊，也就是说我们在做 IO 的时候，常常会看到一开始这个线就会掉下来，就输这个。chemo 这个线啊，都会掉下来，然后在死亡交叉，啊，任何只要 chemo 跟 IO 都会看到这种现象。那这个是所谓的 rapid progression， 也叫 immediate progression， 也叫 hyper progression 啊。这个在其他的肿瘤都有人在报告啊 ，MRCC 也看到了，那这个案例也看到了啊。好，啊，像我们这个啊，打完之后变很大啊，那打完之后变很大啊。然后有一个特点叫 pseudo progression， 把这个散瘤会增加，然后以后有一个收缩，啊，这叫 pseudo progression。那 pseudo progression 大概是60%的病人，那 immediate progression 大概是10%-20%的病人。这种区别 ，pseudo progression 是 tumor immune infiltration 变大，然后又再变小。哦，所以大家如果有空去看 ASCO 那个 Radical 写证明之后的 slide， 那 tumor 产生的 tumor 整个都是零零碎的缺失，好像应该光是在吃饭啊。啊，所以对这个啊，就是整个零零碎，那怎么区别啊？可能就是要看病人的症状啊。隐匿性口炎其实病人他还就会说很痛，越来越痛，然后开始啊。啊，一度这个说听诊啊，一度病恹恹的样子。好，休克图片就是没有什么症状，只是因为你看到变大了啊。然后就是时间啊，里面会比较慢啊。然后病人拿没他，他会往变得更窜，然后到边这边你就会发现啊。不过总之来讲，还会有默默认可哈，所以也不是那么。那这是日本他们是认为在10%-20%会发现啊。女生的比较多，我们发现的全部30%都是女生，啊，不容易死的病人啊，还有 CNS 以后。好，那针对最近有人在谈这个说 PDL1 low expression 的病人，就不能用 B 线，我觉得要澄清一下，这是 FDA alert， 啊，他这个 alert 是在六月他开办的，但其实他是增添的哈。他是说看到你 clinical trial 用 IO monotherapy 的，那一个 clinical trial IO 加 chemo， 第二是 chemo， 那会发现在 IO 这一组，尤其 PD-L1 表现比较低的这一组，就是刚刚讲的会有10%-20%，整个 overall survival 会变差，所以他是建议说 clinical trial 这一组停掉，不要做，因为你 clinical trial 不能说你 IO。
碰到那个国外的老师的高级农民不符合他的比赛，所以他进专业，他进专业一直跑回去呢，你不行，所以他的建议真就拿掉。所以他后来在这个联盟加一个警语啊，就是说也不仅仅增加说 PD1 啊 CDS 大于十的话啊才可以用这个，但是他又保留了哦 patient 不适合 any trading containing PMOSFET， 不管 PD1 status 怎样也可以用。所以你看我们很多病人 PD1 negative 仍然是会可以 PMOS。刚刚讲那个两年多的指标跟 PD1 那个能不能，我刚刚看台东东总也是一样 ，PD1 那个仍然对你施压，所以比方说 PD1 不能当预测，但是你要摸这里的话，你可能要注意这个 PD1 比较弱的话，可能会发生所谓的隐秘电波危险，你可能要吸到金融或者要跟金融 combination， 这是他的精神所在，而不要把这个文字误解为。PD1 low 就不能用啊，这是误判啊。好，那最后的结论啊，我们的 UC 终于有了一个东西被人都批谋开刀里面什么好办法，终于有了话题，而且被大家讲很久啊。然后台湾的对打师比较好，去日本也发现都比欧美好，日本的 MRCC IO response rate 40%啊，都比国外还要好。啊，当然，大家认为是我们东方的体质，所以现在在研究什么？一个大变局，把我们素这个益生菌啊的细菌，跟造成我们保持我们跟东方人的有这个益生菌，所以要大家一定要研究大变局啊。好，泌尿科一定要研究大变局啊。那这个 IO 会有 durable response 啊，那配置的其实是一个 key 啊。你的第一个女孩子，你当然效果比较好，泌尿好的回家我的白羊妈子啊。里面的塞子很少，那细粉是要注意，因为细粉你如果会弄的话，你会把这个它的效果就把它放大啊。然后大家在 PD1 low 的病人，不要忘记有所有的开刀的危险，这样的话赶快吃到皮毛啊，因为尤其毕竟皮毛是这里是一个有反应的。好，谢谢大家啊，谢谢。